来不及啊！又喂了好多腿儿喽！哎，又喂了好多腿儿。那都喂三个的四个，喂七八个。七八个？哦。喂得起啊？喂得起，卖不出去，那你。那卖不出去，人家那街上你们卖得了噻？街。便宜点儿卖得了，贵了的肯定是不好卖。哎，喂得起自己方便。哦，你那种割腿儿走。你叫那个，你叫这个大五两嫩的，这个人我看到这个这一局我大得很，总是喂腿儿那个巴适得很。这是我们的鱼头，本来前段时间干得很，我都不想来整了，因为那个太干了，鱼头你再挤也没用的。但这段时间来看呢，经常的鱼，还鱼水还好，所以我看你看，那这都翻起来了，翻起来还多嫩的，我准备拿来宰的这个，到时候喂来吃。主要是这个鱼头哈，现在不好找了，它是那种香鱼，又粉又糯。我们前年子喂的时候，它就没有喂干净。鱼要宰宽得很了，把这一块钱都宰起来。因为一窝就宰一根儿，这个要宰得稀，关键要先熬翻再说。好胖啊，这溜溜鱼，一会儿就歪起来了。哎，这你看那个就可以宰一根儿，以前那儿。一路的，哇，这鱼头再宽了不得了。这鱼头就在这个有水的地方，它也长得好。哇，这样就可以分三窝，你看，直接觅三窝都可以。这是两窝，其实刚才怀疑窝都要的，哎，把这我再给它重新摘一下。哦哟，这个，哦哟，还不少，好，我摘成鱼头，我宝宝就不得来做了。他不是原来摘高粱啊，要摘豆豆、果果那些。哎呀，有时候摘得够吃了就行了，不然到时候他干了就这干不舒服，那干不舒服的。哎，嘿，这个你看。翻起来，哎呀，我，哦，这个儿，这个儿它鱼都不，哎呀，这个都得翻了，看翻好多丁丁了，哎，给你摘一下。哎呦，在这边都不得了！我数一下，看有好多窝哈，我还是要摘半块钱，怕一块钱都要摘满。哎呦，这是圆，都是没挖的切过的，这哇！哦，这我觉得没有玩过以前，难怪那么大一窝。这种采集来得快得不得了，要么都得发包本了。哎，这个鱼娘，鱼娘搬都搬不动。哎，哎，好大哟！哎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这不想弄就把它摘起来，可能厚点。你看这个，哎，这个娘娘好大，哎。翻好多，这鱼头好可太肯翻了。你看里面都得翻幺幺了，这种小幺幺，这种摘起来得快得很。
结果前头栽满，多栽点，这种可惜了。中间的行儿跟它留宽点儿，到时候好上行。还有鲤鱼，哎呀！哎，这块田栽了半块田了，栽不完，我回去接娃儿去了。还有这么多，还有一半，这玩意是散得开得不得了。到底这沟里，娃儿去了还栽？这个拿回去吃，我娘娘。